在要装饰生日卡片，材料有梨形纸、纸胶带、剪刀、笔和卡片。首先要做小旗子，先在纸上画一个三角形。然后贴上纸胶带，再剪下来。然后沿着线贴上去，就会像这样。接下来要做气球，也是在纸上画一个气球的形状。贴上纸胶带，再剪下。贴上去，再画一条线，就是气球。最后是蛋糕，直接贴上去就好。就完成了。